种那种电音曲。嗯。又没有人耍过。别说了，爱暂时烦。某人，我最思念的某人，我最想见的某人，其实我并不否认，我迷恋你的眼神和你给我的小小温存，认真的淡去一路风尘。旁白哥抱抱，野生陈奕迅现身山东炸臭豆腐，旅客尖声怪笑，只认他不敢抬头。黑麦灌饼的高仿周杰伦不寂寞，中国的强项就是人多。日前山东冒出炸臭豆腐的陈奕迅呢，赶紧你找那种电音曲。嗯。哎呦，八分像都被女客人笑成十二分像了。又没有人耍过。你是不是诡异的？是不是一流啊你的？嗯，喂，咦，一顺，哎，你好，好耐冇见，好耐冇见，好未？哎，哎，家下做紧乜咧？啊，个厂话我做紧剩下低边新意思回生喷方利用其他样品啦。哎呀，几多卡时份工作啊？啊，其他事都冇挂。三百路哦。是，只要有心，陈奕迅可以砍椰子，可以练健身，当然可以炸臭豆腐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哎，陈奕迅也绝非孤勇者，再来盘点一轮对岸的经典复制人本。某人，我最思念的某人，我最想见的某人，其实我并不否认，我迷恋你的眼神和你给我的小小温存，认真的淡去一路风尘。很想某人，我最心爱的某人，我最牵挂的某人，等待着你的转身，我们横暴与狂奔，去大千世界玩笑。娱乐新闻真是地大物博啊！报道。